天的鲟鱼被各种美食所包围，我在天津的西北角。今天中午呢，我们去吃一个胡同里的牛肉饼。你可能会说，牛肉饼有什么好吃的？今天的牛肉饼可能跟你相迷糊了。他的牛肉饼拿过来咔咔一顿切，你会发现里面的肉竟然比皮还要厚。听到这，有没有一点想吃的冲动？走着去吃牛肉饼。我刚到门口就闻到这种牛肉和面食结合的香味儿，给大家看看它里面做牛肉饼的场景。他们每个人负责的都特别的细，这边有专门擀皮的、包馅的、烙饼的，整个过程就像流水线一样，大家各司其职啊，相互协作做出这一张的牛肉饼。看这一盆冒尖的牛肉馅了吗？我在这边站了一会儿，馅料已经下去很多了，牛肉饼确实包的是不慢吧。哇、哦，这人是真不少。小妹子啊，你问小妹子。凉菜太多种了，我都不知道选哪种了。这都是牛肉饼的配菜，这么多种。肉饼再要一个那个腐竹。咱吃哪走？再吃。一个牛肉饼，一个腐竹，还要别的吗？青菜、黄豆。还要吗？还要一碗粥。一共45。45哈。牛肉饼多少钱呀？25一个。支付宝到账45元。先把菜端走，一会儿再回来拿饼。好的。站在拿饼的窗口，它里面是飘来很大的香气的，都给我弄饿了。屋里实在是没地方坐了。太凉了。冷不冷啊？太阳还好。记得今天。太阳还冷。哎，我拿筷子去。哎，真的只能在外面吃。这边的牛肉饼真的是太火爆了，排了好长时间才拿到这么一张，咔咔五刀给我切成了小块。除了牛肉饼呢，还要了两个菜，然后是一碗的粥。看他这边最招牌的牛肉饼，他的牛肉饼都是这种宽油煎出来的，外面真的是很金黄酥脆，它是一层面一层肉，这么层次分明的，忍不住来一块了哈。这么的酥脆得听个响吧。焦脆，它是牛肉大葱馅的，我要专门尝口肉。它的肉是这种一咬还出汁儿，牛肉汁会溢出来。面皮都是很薄的，我感觉这个肉啊比皮还要厚一些，每一口都是肉。这么吃起来就是肉香、面香、葱香、油香，反正就是香气十足。如果说这个牛肉里面再加一些的粉条的话，其实是很像那个撞馍，吃的都是那种皮脆肉香。吃这么一个，然后就是特别的顶饱。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北方人对饼是很偏爱的，饼呢可大可小，可薄可厚，可以像牛肉饼这样把肉呀菜呀塞进去，这样就是一顿饭不用再加其他菜了，也可以炒一桌子的菜，拿个饼来配，这个饼啊也不会觉得有多么的不重要。我发现秋冬季节喝热粥吃大肉饼真的是和这个季节很相配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拜拜。